这是安装淘气堡必备的几种部件。这是用的最多的，叫五通。这是上好扣件的立柱。这是装架子中间用的连接管，标准长度为 1.19 米。在上好扣件的立柱上放进标准的连接管，用工具把螺丝拧紧。一个人按图纸标的靠墙角边的一个立柱立起，摆正位置，按图纸所标放进连接件，把绞盘套上，按图纸所标的要求拿起另一个柱子把连接管套进去，要求连接管接触到立柱管，用工具把螺丝拧紧。为了安全，把上面的连接件也要稍加固定一下。按图纸所标，在连接管上装上不同要求的扣件，把连接管套进去，然后再把固定螺丝拧紧。根据图纸所标，在不同的立柱上套进不同的连接件，也可把绞盘先套上，并拧紧所有的连接扣件。把立柱立起来，同连接管对接，把螺丝拧紧即可。以此类推，直到整个框架安装完毕。连接时要求从一层再到二层再到三层，最后到封顶，程序都一样。把开好孔的产品套入标准的连接管，以底部为标准套入连接件内，到位后再把固定螺丝拧紧，整个工序就算完成。同类产品的固定方式相同，把所需产品抬到图纸所标位置，套进已预留好的连接件内，把固定螺丝拧紧，把防止产品变形的支撑管上升到合理位置，然后把固定螺丝拧紧。根据彩图，把产品先摆在空地上，把所配套产品套进去，用手钻按螺丝信号标准的钻头把产品打孔，从孔内套出专用的螺丝，加上塑料帽盖，内加垫片，把螺丝套上，并用工具拧紧。把组装好的产品抬到图纸所标位置，不同的产品固定内的螺丝不一样，用于枪钻把定位好的产品打孔，从内壁套进专用螺丝，并带帽盖垫片把螺丝用工具拧紧。不需组装的产品可直接抬到图纸所标位置，用尺子把四周距离确定，间距必须一样。用手电钻从产品内壁对准底部的连接管打孔，套进专用平头螺杆，底部用垫片和螺帽将产品固定在连接杆上，
大件产品的安装方式都是一样的。铁锁桥的方式是把剪好的铁链先把一头套上专用螺丝并固定好，再以同样的方式把另一端固定好。把定制的产品从两边开始放在拉好的铁链上，并在底部用垫片和螺帽将产品拧紧，中间尺寸一定要一样大小。除平台外，所有产品固定好后才开始拉网。拉网之前将整卷线打开拉成一样长，用刀从中间切断，以备拉网用。拉网必须从靠墙的一面，从立柱的外围先拉到另一边，从上面的一个角开始固定。上面的角固定好后，用绳子将网一直绕到另一个角，最好超过另一个角后，再回到把靠立柱的网边，直接绕到所需拉网的底部。底角一定要用拉结的方式固定紧，拉底边网时很吃力。底角拉紧后，在上面已固定好的网下面每两米距离要求把保护网拉紧固定一下，以便网拉不下来或拉好后不美观。底部拉网要求每个拉结每三格之间必须打一个结，具体操作请看镜头。把所有的网拉好后，开始包装防护套。先把防护套按中间的一条缝用刀划开，小心不要划开或划到手。把套管放到所包装位置，用刀片把需划掉的部分划掉。划掉的部分内壁要削薄些，以便套起来比较美观。
划口时要保证包好后不露出连接键和管。不同的部位划掉的尺寸是不一样的。把套好的软管用专用的扎带拉紧，不能让铁管露在外面，影响安全和美观。每个扣件的上下必须有扎带，扎带不能太紧。连接杆的包装方式也是一样的。连接杆的包装方式也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不同的地方开口的方式不一样而已。有网的地方，网头一定要包在里面，不能外露，影响安全和美观。连接杆的包装方式也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不同的地方开口的方式不一样而已。扎好后，必须用刀把多出的扎带割平。所有安全完成后，塑料帽盖必须用专用的盖子盖上。
以确保安全，